Chị sư tại tia tôi phố xa mi được tuần hơn anh chuyên chủ hề tăng tế ghen kì về tài xí chứ để xuyên kinh phát xuống tế chuyện xuyên kinh là tế khai hoàn này xuyên kinh khai hoàn tế xí ai thao quê siêu hiền khai đăng tăng nhau đăng quê kì ủ siêu mô chung ấy chứ để xuyên kinh. Nam mô chư đề tại siêu hiện thì đề tiền trong căn này sẽ xuất hiện chung chung ấy chư đề hiện tượng. Nam mô chư có khả năng là hư ấy, hoặc là sự hiện kiến khai hóa出来. Nam mô có bộ phận này mà là bất hư ấy, hoặc là suy chân này đề, hoặc là 36 页的第一章，他就讲叫咱爱分别真伪，有的是真好的，有的是歹现象。好现象呢，就是咱所说修的这个善根。啊，即回透过咱真正如法的即个修止观安尼开发出来，所以这是真好的。那么，佮另外一种是邪慧的，咱爱要分别。啥物啊？做邪慧的呢？就是咱顶一回甲咱介绍，假使若发现讲身躯爱摇叮当，也是感觉讲身躯亲像有物件缀牢咧，也是身躯真轻，轻到要飞出去安尼。或者是讲身躯有感觉物件拔掉咧，煞拔掉咧，或者是讲咱感觉讲坐咧安尼无精神，身躯安尼头耷落去，身躯要晕落去。那么有时你会感觉讲，感觉讲真身躯会真寒，会畏寒，真像寒咧甲你逼安尼。有时感觉讲身躯会真烧，像咧发热共款，有时会感觉讲有看到种种的奇奇怪怪的即个境界，有时你会感觉讲你心真暗安尼，暗白。有时你会感觉讲你会安尼起即个歹念头，起恶念。有时你会感觉讲在静坐的时阵，开心拢会想念一寡可能外口迄去做善事的代志。有时会感觉讲心也真爱叮爱动对啦，心欢喜啦，尿叮当安尼。有时会感觉讲，你的忧愁啦，会安尼交悲伤，有时呢，感觉讲若听着，较歹的境界，接触着歹的境界啊，安尼是会着惊，会身躯会起鸡毛皮安尼。那么有时会感觉讲安尼，感觉讲你拢真快乐安尼，那么这拢是邪法啊。这是咱的修禅定，甲这个禅同齐开发出来，这是歹的现象。那么歹现象的时阵，咱就爱，咱就爱处理掉。就是讲要安怎处理呢？一个真简单的方法，就是讲你莫管呢，莫插呢，只要你莫贪着就好啊。因为这款的这现象呢，有可能是外在的力量来在甲咱交叉也有所以如果你若要插呢，你安尼来，会家己去落入啥物呢？鬼神的即个会中伊个计，或者鬼神颠倒伊个，知影讲你爱即种的境界，你爱即味个，伊就来甲你，帮助你，互你得只邪法，邪境界，邪禅定，邪神通安尼。那安尼呢，咱会因此过来去作业，这是顶回甲咱介绍。所以咱爱会晓辨别，如果若是讲无顶以上咧讲遮境界，那么这真庆幸了，对。是讲咱咧修行的时阵呢，无种种的以上甲咱介绍遮的邪法出现，那么咱所现出来呢，咱渐渐心入定，你会感觉呢，我即款呢是真正入定，这是真正定。咱再来继续看下面这段文。下面这段文是伫迄个63页，63页下尾啊一撮，中间遮，咱来看，空明清净，毋知看到无？伫迄个中间遮，都遮中，空明清净，内心喜悦，淡然快乐，无有覆盖，善心开发，信境增长。地感分明，身心柔软，微妙虚寂，厌烦世间，无为无欲，出入自在，是为正常法相。那么这是真正先开发出来的情形，就是有
下面这里讲的这，吼，这是真正，这不是假，也不是歹，吼。要第一，要讲讲的讲空明清净。那么迄个时阵，你会感觉讲你的心空空，好亲像拢无物件，因为咱的众生的心是安尼。希望心啦、啊，烦恼心啦、啊，杂念心真多。咱的本心不是就是拢种真多的物件伫咧，吼、哦。那么这个时阵，你修到安尼啊，有一个定定的时阵呢，心好像有空气安尼。迄个时阵就是表示你的心无分别心，无杂念伫咧，吼、哦，好明清净啊，吼、哦。你的心都无烦恼的活动啊，不但无杂念啊，连接内底遐垃圾的物件，就是贪嗔痴这烦恼，你看嘛，靠你的定力甲去掉咧，无活动，所以你的内心会感觉讲真清净，空空无一物安尼，内心喜悦啊，你的时阵，你的内心只是干那充满着欢喜尔，吼、哦、欢喜尔，啊，人欢喜，内心就是心情会感觉讲真好。嗯当然快乐，哈、哦！不但内心欢喜的，甚至你会感觉讲啊，真快乐啦，哈、哦，真快乐啊！当然，这个快乐唔是像啊，咱一般说说讲哦，看到食到好食物，听到好消息啦，一个欢喜啊，咧爬起来跳迄种，哦，无遮认错咯。你的内心是安定的哦，不过你的心伫迄个所在是敢若欢喜，你有这种感觉，快乐的感觉安尼，好啦。当然是安定的意思，吼、哦！你心人坐伫迄个所在，啊，心真安定啊！啊，不过你就是迄种欢喜快乐啊，这是无法度形容的。不有覆盖，迄个时阵的内心拢无够有啥物物件在甲障碍，在甲砍掉咧，吼、嗯！都无只烦恼，无只贪欲界、真欲界，迄拢无啊嘛，因为你有迄个物件伫咧，咱就无法度入定啊。心就是无覆盖。显心开发，那么迄个时阵，你的心呢，显心就开发出来了。哦，你真好的心就拢已经开发出来，善根拢开发出来，信定增长。哦，那么你迄个时阵真自然呢，你对佛法啊，啊对三宝呢，信心呢，啊个敬爱心，真自然的个增长。啊，老师讲，咱今仔日来修行，修到这个程度，这个境界呢，咱会愈欢喜啊。真自然欢喜啊，内心无啥物件暗藏掉咧啊！哦，咱的善心啦、啊、慈悲喜舍，迄种心拢一直开发出来，孝顺父母的心嘛拢开出来，拢种好的心拢种现出来啊！哈、哦，就是自性内底所有的些好的物件咧，自然咧会现出来。那么迄个时阵，你自然的对佛法是愈来愈有信心啊，对三宝的敬仰心是愈来愈增长啊！好、哦，地感分明。不但安尼，你的智慧啊，吼、哦，智感，就是你的智慧来鉴别一切事的这个诶力量诶，愈有吼、哦，就是愈分明，就是讲你的鉴别力愈有啊，吼、哦，就是表示你的智慧愈来愈增长，吼、哦，不但信心增长啦，智慧增长啦，神经开发了咧，啊，信心柔软，迄个时阵诶感觉就是你的身躯，啊，你心呢无粗鲁，真柔真。啊，真柔软，哦，啊，虚妙，诶，微妙虚寂，哈，微妙虚寂，迄个时阵，你的感觉啊，你的身心呢，哦，亲像空虚安尼，哦，这种，不但就感觉柔软，也感觉讲，这辛苦了，那亲像有，那亲像无安尼，哦，所以到到这个时阵，会使讲，啊，你买套一句，咱佛法的名相讲，叫做法喜充满啊，哦。不喜充满，心无烦恼的摇动，心安定，身心快乐，身心柔软，哦，无只粗鲁的这个法理咧。那么你自然你厌烦世间，到到有这个程度的时候，你真正自然的厌烦世间啦。那原来世间较早咱太爱诶这个五欲诶咯，原来遐尔粗，啊啊，禅定咯，原来遮尔微妙，哦，遮微妙快乐。哦，好像就心也空气，啊心也空气安尼，啊不过干那内心干那一种个欢喜伫个欢喜快乐存在安尼。哦，迄个时阵你就无为无欲啊，因为咱一直诶进前咱伫对伫世间就是有为嘛有欲嘛，吼、哦，咱拢作为啊，啊有追求啊，啊咱就是为着世间五欲去追求啊，啊即卖就是无啊，伊今仔日无为无欲啊，吼、哦。哦、所以真，这是真高的境界啊！而且出入自在，
你受到这个程度的时阵，是你无论在庭中也好，啊入庭的中间也好，也是出庭的中间也好，你拢这种的情形，哦，感觉讲真自在、真逍遥迄种情形安尼，哦，啊，所以这是真正的禅的开发出来的，这相貌的是这种情形，哈，哦。那么下面这样的搁做一个，做一个结束，哈，哦。对这个结束，就是讲，比如以恶人强师形象，相纳欲意善人强师，究竟几位分别写成二种禅法之上，亦复如是。啊，这是第一个这六，第一个三十七页的第二章上尾啊一字，上尾啊一字开始啊。三十七页的第二章的中间才开始，比如以恶人强师，这是做一个譬如啦。因为前有咧讲真正禅啊，甲这个假禅吼，啊，就是讲啊，真禅甲邪的禅开发出来的情形吼，哦。那么才有做一个譬如，才人讲讲譬如看恶人强师，假使讲。咱若亲参即个歹歹人斗阵做代志呢，形象冲闹，咱定定嘛，互伊甲咱糟蹋着着，吼、哦。恶人，咱甲伊斗阵，定定受伊甲咱糟蹋，吼、哦，甲咱扰乱，啊、哦。但是若是讲参善人斗阵，这情形就无相像。若遇善人强师究竟机密，咱是参即个好人斗阵做代志。那么一个久了后呢，你就发现这是好人，有真大好处，咱就真正会受伊影响。伊袂当扰乱人，伊不但袂来扰乱人，伊反倒来帮助人，咱会当得到利益啊。我们必须要将二种善法之上一合如是。那么咱在讲这个邪甲正两种善法上，嘛是相像。如果你若是邪相出来时阵呢，咱就是受这个邪。得到这个啊，做啊，得到这个坏处啊，得到啊，迄、那个啊，做正常开发出来的情形的，咱就是有得到这个利益啊，吼、哦，咱伫这个所在看会出来，吼、哦，前就是三十六页嘞，吼、哦，咱那是三十六页，甲这个三十六页到三十七页的第二章下，来分别这个写情，吼、哦，咱那是讲大师你咧修行的时阵。哦，你的心那是邪吼、哦，你真容易吼，吼、哦、受着这个邪魔来甲咱控制。做修行伫这个所在，动机真重要，不但动机真重要哦。安尼发心动机真重要，就是讲咱的进前咧甲咱讲的吼、哦，这个二十五真方便吼、哦，非常重要吼、哦。所以啊，这个问题呢吼、哦，啊，请咱爱个注意，你若摕着这本讲义，一定爱个对头啊吼，搁、哦、看一遍。啊、哦，看一遍，你这二十五真方便。你若做无好势呢，即下要修一个禅定，一定修未成功。不但修未成功，一个开始，你着照你的步数落去修，啊，你这条件拢无看好好势，安尼你会引发呢，会过到尾记得修所成就的可能是邪禅，那么你有可能会过好些这个，这个歹的物件吼，这邪魔这来甲你扰乱。哦、你得到啥物呢？啊，到尾啊，互鬼神来过来扰乱，就确定得到这个啊，做咱昨日咧讲的吼、哦，会甲你帮助你得到啊，禅定啦、智诶、辩才啦、舍智啦、舍定，安尼咱就参咯。所以二十五真方便，真重要，因为其中一项，比如讲第一个是五缘具足吼，不但爱气概清净，如果今仔日咱人戒也无吼，咱今仔日还佫。无法用气解气好清净啊！业也要做啊，戒也无修呢。那么咱在修行当中要得到佛法，甲咱扶持，这是无可能。再搁一点，一点就是讲，你若是你的修行的这个动机若无对，哦，你的发心无对，动机无对，你要一直着这个佛法来甲你帮忙呢，哈、啊，这菩萨甲你帮忙啊，无可能啊，因为你。出发点就唔对去啊！好、哦，啊，其中这个机缘地内底有讲到一项，啊，那非常重要，就是爱有这个善知识啊。
前提先甲你帮忙，甲你引导，吼、哦，甲你教育，要安那做，吼、哦，先提前甲你讲要安那修，啊、哦，修行当中有发生问题，伊甲你讲好现象袂使中，啊，歹现象你慢慢中。所以，因为真侪人就是无发动这个先提前甲引导甲帮忙，甲伊指导修行，所以修人往往会出问题。所以前25方便，吼、哦，25。将修行事前应该爱准备的这个问题，啊，这工课拢爱做起，哦，啊，那无咱就暂时哈，阿蛮只起修，哈，蛮只起修，啊，到这个小机关加看两遍啊，加看两遍啊，安尼咱条件符合才来修，啊，只有讲修了后会发生的情形，你爱要望清楚，啊，要安那处理，吼，若是发现有问题出现，要安那除掉这个问题呢，你爱会晓做安尼。哦，即阿哥阿表有咧讲着，讲到到尾仔的时阵啊，修行引出来即个病，种种的病事，咱爱会晓来处理，安尼较来起修哈。啊，若无暂时的，请暂时按下。啊，咱即马阁继续落去哈，阁继续落去，这是第一个啊，做第37页哈，第37页的第3章。第30尾仔算来哈，第32哈有咧讲，第3名用机关中央自现金者，若以座中自现金法时，应用机关二法修令正中，啊，这个所在。哦，第3点就是咧讲，咱爱用机关来增长，吼、哦，来中央自现金，因为咱宿舍有修行，有修行，做人生较会想要修行啊。啊，假使讲宿舍若是讲拢无正这因缘呢，吼、哦，就像参三宝、参佛法，拢无接触到，哦，人生要叫你来修行，恐惊啊，真困难啊。哦，真困难，所以佛陀在金刚经讲的讲，这不是一世二世，哦，来证现金的，是无量诸佛所来证现金的。若今生会来三宝接触，这那是真大因缘，真大福报。这绝对是累世有修行，有含三宝结缘过。啊，假使讲你过去世生生世世拢伫外道结缘的，今生要甲你拖来佛来修，讲死你嘛袂来。哦，这真困难呐。哦，真困难，发现到你嘛袂出来啊，唔敢行出来。哦，所以这是一定有真过去有在佛法内底正善根，今生较有法通延续这个修行这条啊，这较有法通阁继续行这条路安尼。那么如果你若过去有修善根，哦啊修啥念佛法门呐、啊，哦也是讲修不净观法门，也是讲修这个啊这。啊，这观佛起的法门，那么你过去有安尼修，人生这回咧修行的时阵，啊，善根开发出来，咱就知影。那么知影了后呢，咱就唔通停啊，吼、哦，唔通停，唔通停，咱阁继续用功阁来修机关呢，咱有法度来中央住善根，就是讲，互咱的这善根会当阁甲持有较大咧安尼。哦，就是讲一旦来，互咱的善根过来增长，哦，都唔通停吼、哦。这句意思就是安尼。若以者中诸善根法时，应用机关二法修令增长，吼、哦，安尼看出来。在善根开发出来的时阵，咱爱阁继续来修持，来修观，吼、哦，使乎咱的善根搁再来增长。那么只有要修持，也是要修观的。若以用智，则以智修智；若以用观，则以观修智。啊，那么应该修智，应该修观的，吼、哦，你家己看。啊，那么这个方法里底呢，譬如简说，略略说大意。这个方法要修智观的方法，进前都已经甲咱介绍，咱较过先过头前迄个所在，咱较过家己去看清楚。要怎修持呢？要怎修观？智是三种智，下缘修定智、坐心智、啊甲体证智。啊，修观呢？修观
咱爱安那安那关头前，我那有甲咱讲吼，讲甲真清楚，迄是伫迄个第六章吼，正受行第六章，正受行第六章，咱的时阵吼，又甲咱讲啊个受持甲受观的一个方法吼，咱会当也搁甲搁甲加通两遍安尼。那么这是第七章啊，这。啊，这是第七章哈、哦，第七章的这个神经发相哈，到这甲咱介绍完，啊，咱休困一下，咱还阁继续。下面咱过来看三十七页下尾啊，算来第六章啊、哦，第七章，各地摩书第八啊，即、哦、马来修行经过。正修了后，吼、哦，在定中已经甲你开发这个神经出来，吼、哦。那么咱这个有种种的好的现象出来，歹现象出来时，吼、哦，咱原来爱去了解。那么这有的呢是，吼、哦，有的歹现象是咱在修行当中受到这些魔会甲咱扰乱，这个代志咱应该爱知影。即个人讲觉知，意思来讲，咱爱有一个警觉性，爱知啊，知影种种的魔术，修行当中一定有即种种的魔术啊。当然，吼加减啊，多少拢有，袂当无，吼袂当无啊。亲像当时舍利弗咧修行，因咧阿罗汉啊，伫遐修行在伫遐静坐，也无代志，也无插着魔安怎样啊？啊魔就是原来是经过，就是要甲糟蹋，嘛是有即种的情形。所以咱修行人吼，咱今仔日有要修心学道，有想要讲来脱离这个三界，啊，要来出离生死。魔上惊就是惊众生，安尼出离生死，所以难免众生若是小块一个坎站呢，魔就会着惊，伊就会出来扰乱。所以若是在干扰乱的时阵，咱爱知影，知影这就是魔出来咧糟蹋咱的。那么咱知影了后，吼，知影这境界了后，咱就爱知影讲要安怎来甲对付，要安怎对付，让伊卖阁继续甲咱扰乱，所以咱爱觉知魔术。那么咱这个所在，咱也先了解什么叫做魔呢？魔叫做魔罗啦，魔罗这是印度的。那么翻过咱这边，咱来翻译做啊，做杀者，翻译做杀者。这个杀者的意思，杀就是自杀，那是杀啦，哈。杀的意思呢，为什么魔叫做杀者？伊魔是专门咧创啥物呢？咧夺修行人的功德发财。啊，修行人功德发财，并不是讲你做修一个功德，爱伊甲你抢去，唔是安尼。你功德哪会抢会去？唔是安尼。伊就是讲你要修功德啦。要来在佛法内底修功德，伊就来甲你作乱啦，作乱无爱互你修，吼、哦，因为互你修功德修有，因为咱知影，咱今仔日所得的是这个肉身、汤身呐、业报身，这是无理想的身躯。那么咱透过修行来修无量功德发财来庄严，这个身躯就变佛法的身躯，叫做法身。所以咱。咱咧修行，咱为着要得到一个发心慧明啦。那么魔伊就无爱啊，吼、哦、无爱。伊魔就是要含佛做死对头。伊魔希望伊势力较强，或者势力较弱啊。所以若有人修行，透过佛德的慈悲引导，互伊修行修到一个坎站的时，魔就惊。我讲啊，这个若无来个扰乱，来个破坏。互伊收起来呢，啊！别个即个若阁好，加一个遐成分，啊，成一个大菩萨，伊阁度无量的天，无量的众，安尼又阁减真济魔惊魔损。所以佛魔的意思就是无爱任何一个众生来成修行好成就啊。所以当众生咧修行修到有一个阶段的时阵，魔伊出来扰乱，伊主要是要破坏，希望伊修行无成功，修。希望伊修行，啊，这个条路来切路长，伊就是要破坏修行人在修功德的时阵吼，卖予伊这功德来成就安尼。所以魔叫做杀者，就是要杀修行人，来破坏修行人，予伊修行卖成就，予伊袂能得到功德，
啊，互伊来怀疑的发心慧命吼，所以魔伊毋是杀咱的身躯，伊毋是杀修行人的身躯，伊无可能来破坏修行的身躯，伊是要来破坏，互咱修行人未当修行，未当开发智慧，所以魔呢叫做杀者，就是叫做恶魔啦。哦，这个所在，咱来看下面这段文。观音摩罗真言：杀者夺行人功德发财，杀行人智慧之名，是故名之为恶魔。哦，那么这是他都甲咱介绍过哈。魔也梵语呢，印度的甲叫做摩罗，哦，也专名。咱翻译咱遮的话语呢，叫做杀者，伊主要伊会夺修行人的功德，哦，夺修行人功德，互修行人卖去得到功德。啊，也就是讲，你修行人已经做了真济功德，啊，伊过去了真修真济功德，即回来甲破坏、扰乱，互修行未成就，互伊去对了安尼，遮人修行对了，就等于失伊功德发财安尼，杀行人智慧之名。哦，伊修行未成功，伊修禅定未成功，修智慧未成功，安尼伊智慧嘅生命就失去啊！只要伊对到伊生命失去的，生命智慧都无去啊！虽然自性智慧本来人人具有，大家拢有，但是你若无透过修行甲开发，原来迄个智慧嘅生命未显现出来。哦，所以魔就是专门，就是要来破坏，所以名叫做恶魔啦。哦，唔是善嘅。是恶类的，对，绝非善类哈，绝对不是善类。书，人家在他头讲讲啊，这各地魔书。那么魔的书是什么书？伊在做什么行为工作？哈，咱来看下面这段文。第37页，下尾啊上来第五章哈，第顶头呀。书家如佛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为师。魔想以破坏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为师。啊，大家拢有伊个套路啦。啊，咱每一个人拢有伊个套路，各人思量共享。那么佛嘛有伊个套路，魔嘛有伊个套路，有伊个需要得着。或是啥物好套路？佛的套路是咧做啥物呢？伊个需要就是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为师，有做要做的工课，就是要做啥货呢？有做用伊功德、用伊智慧来度众生；有做用伊禅定、用伊智慧来度众生。佛有无量功德，佛的功德若无把众生啊现，啊哪个现给众生看呢？众生较袂信伊啊。所以佛的无量功德，有时用现伊神通、现伊智慧、现伊辩才啊，哦，现伊这个啥货呢？现伊这个相貌啊。那么伊用这个伊无量功德安尼来咧度众生，伊用无量智慧咧度众生，伊要帮助众生达到涅槃哦。哦，唔是讲安尼，甲恁的恶道啊，甲恁可怜，甲恁救起来啊，甲恁带去天上，互恁享受快乐，安尼就煞去啊，唔是安尼。啊，佛的意思就是讲，要甲众生吼来开发伊的智慧啊，帮助众生断离所有烦恼，可以。达到迄个内心无烦恼，安尼心当中清净，达到这个涅槃啦，烦恼不生啦吼。那么就是佛祖意思，就是要甲众生来传因修行，互因成佛，得到究竟涅槃。这是佛祖的工课啊，菩萨的工课嘛是安尼。哦，菩萨的工课，伊嘛是要帮助佛来度众生。哦，所以佛菩萨的慈悲拢是，伊用功德智慧度脱众生，让众生达到涅槃啦。啊，这是因的功课。但是魔嘛有伊的功课呢，魔的功课都相反。我讲佛祖的功德，佛祖的这个功课拢完全相反哈。魔想以破坏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为师。魔专门就是。啊，时常伫咧破坏众生，和众生这个善根啊，和无去，甲破坏去。众生若有信三宝，伊魔就来扰乱，和伊来信我的，啊，信我的。
伊无好众生，因为众生在佛法内底来信三宝，一定会解脱啦。诶，像昨诶，进前甲咱讲过啊，咱爱常念佛，法会当互咱得现世果啊，人生修行就当解脱。佛陀在涅槃的时阵，迄老大人来到地安尼，佛陀才开始两三句话，安尼伊就解脱啦。哦，伊就安尼小小的证阿罗汉啊。哦，所以佛法内底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又有一套真完整的法务的方法，会让众生你依法来修行，依教来奉行，安尼你就有通法度通解脱。所以众生若是来信佛啊，对佛有信心啊，哦，这是真好的善根。哦，信佛啊，这是真好的善根。但是佛的魔就是恐惊众生来皈依三宝，来五戒菩萨戒啊，一直精进去，一直修行去的。哦，总有一天因会解脱，伊会惊，所以伊在有众生对三宝有信心的时阵，伊就想尽办法，伊要来甲破坏。哦，众生对三宝来失去信心，有时安那破坏呢？哦，本来众生都是哦做慈悲，甲因得入来啊，安尼就离佛法内底咧修行就好。忽然间来甲破坏，互伊安尼家庭乱去，互伊事业失败，互伊种种的啊诶代志发生安尼。安尼，伊就有法度通去破坏众生这个善根啊！因为这无界众生就想讲安尼啊，我今仔日信佛啦，啊，好亲像佛祖，即马无咧甲慈悲，无甲照顾安尼，安尼从今以后，佛啊，你既然唔甲慈悲，无我来问神啊！啊，我代志你都唔法度甲帮忙，我来问神啊，我来信神好啊！那安尼，诶，众生的善根就去互魔来甲破坏掉。那么某一个工课不但破坏众生的善根，伊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众生来扭转生死，伊不要让众生解脱了。众生若解脱了后，某诶这个势力范围就减少，哦，所以伊要让众生扭转生死，吼，哦，真是众生安尼扭转生死，安尼拢是伊的范围内底。哦，所以魔呢，六欲天的天魔，伊拢甲只众生呢，吼，在六欲天以下，到达欲界六欲天以下，伊就认为讲，只众生拢伫生死流转呢，伊就唔惊，啊，哦，总是有一天会对到伊迄度，哦，伊拢是只拢会拢伊个，还佫伫手伊个手掌中，你安那割安那割，伫六道轮回安那割呢，就割袂出去，啊，哦，上惊就是惊众生来信佛。信法，哦，信者圣贤经，安尼，依者三宝的加持，依者三宝的诱导，安尼修行来解脱，啊，所以魔的工课就是安尼，哦，所以咱即马就知影，魔既然伊的套路啊，伊工课专门来破坏众生，来坏众生的善根，哦，和众生来生死来流转，哈，哦，那么安尼呢，啊，哦，咱知影这个问题，咱就爱安怎呢，哈，哦。啊，咱阁看下底迄段文，吼，啊，咱来看，这是37页的第四章，吼，啊，尾仔上的第四章，一中间者，吼，啊，若能安心静德，是故得个方地摩数，仍思显修摩数，但有四种：一烦恼摩，二因入界摩，三思摩，四归心摩。那么这个魔的代志呢，这也不是咱众生容易会当去觉察、会当去知影。什么款情形咱才会当知呢？哦，不是讲哦，咱今仔日修行，咱就知影魔的代志啦。魔有什么款魔啦？啊，魔因安怎咧做？安怎甲众生伫咧啊对格？安怎咧甲咱扰乱？安怎咧甲咱破坏？这个代志咱不是遮尔轻易会当去知影。哦，咱要安怎知呢？若能安心静德，哈，哦！若个人来当安心啊，你心来藏伫静德，哦，那么静德就是讲，咱在这个比如讲以佛法来讲，讲按八正道来讲的，安那是会使。以佛法来讲，讲机关这条路呢，这是上正确的修行路。咱来修机关这条路是上该正确，哈，哦，唔通去信那个外道。我得迄种诶种种诶修行法，哦，要甲你讲，一智你得当升天，哦，一正一智得超生了死，超生死是无明拍破呢，超生死是生死轮回观，完全断绝
而爱安怎样诶？就爱像阿罗汉不受苦有，阿罗汉伊烦恼断尽呢。啊，你十二支你内底你若无迄个爱甲断掉，你会处啊，啊自然有业力，啊就有生死。所以外道咧讲诶，即个法啊有问题。啊，生死轮回哦，对倒来呢，就是咱众生诶无明啊。生死轮回是一念差哦。哦，返本返原变倒个，咱来当返本返原咯，安尼较会当吼，会当回转来咱的故乡哦，会当见到咱的真面目啊。虽然修行，那无依照正道来修吼，会发达咱家正确的方法来修呢，咱要安那修会成功。所以如果修行人，你若会当把你的心放伫正道，以正法来修行，那么安尼呢？这段时间呢，你家己有一个境界出来啊，你心渐渐安静下来，定力渐渐升起来，你智慧渐渐开发出来呢，你才会知影讲这无的代志。啊，若无咱有知无明，咱哪会知影？哦，这个众生智慧无够呢，他们这个邪法甲正法，咱都分袂出来。你安那会当去了解无的代志？所以才来讲讲按心静的。是个道个方知无数，咱的道行若悬啊，道行深个，咱较会当辨别无个代志哦，较会当辨别无个代志哦。亲像啥物，当时又不得咧修行的时阵，伊今仔日若毋是遮尔大个即个道行啊，啊遮尔大个定力啊，啊对无了解遮尔清楚，伊哪会知影无咧个扰乱？虽然今仔日呢，一定爱有深高深的这德行啊，安尼咱才有法度来明白魔的代志哦。那无咱无法度啊，人事现实魔事。但是呢，虽然咱即马都唔得，还未修到这个高深的德行出来，对不？咱也唔知影。但是咱阿先需要知影呢，先去认识。哦，即个讲仍然咱是需要先首先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讲即马咧，直接来顺着甲咱介绍到遮，即本书就要互咱首先去看，啊，咱清楚了，咱较去修。就还未去修的时候，咱有道行。哦，虽然还未修，咱无道行，咱都无唔知魔术。不过伫即个所在，就是大德慈悲先甲咱提醒，要互咱去。零认识现实，就是会当去认识魔的代志。哦，魔的代志，伊是想要甲咱提出，甲咱讲，有啥物款的魔呢？哦，但有四种，有拢总有四种魔。这是伫消极观的人讲，讲有四种的魔啦。哦，啊，不过那是教会啦，做灵验经的讲的魔呢。哦，这得阁看咱无有一点啊无受伤。哦，啊，不过咱叫依照消极观，咱来哦了解一下。啊，咱请看37页的尾啊，上第三节哈，诶，顶关节，但有四种嘛。第一烦恼魔，二阴入界魔，三思魔，四鬼神魔。第一就是咧讲魔有烦恼魔。第二种魔叫做阴入界魔，这个阴入界魔就是五阴、十二入、十八界，这拢是魔。第三叫做死魔，哦，第四是鬼神魔，哦，第四是鬼神魔，啊，即为什么讲烦恼叫做魔呢？哦，烦恼叫做魔，咱爱知影。烦恼为什么称作魔？咱人内心你那是烦恼贪嗔痴，哦，啊，定定迄个所在咧念呢，有26种烦恼伫咧用功的时阵，实在定定出来咧扰乱呢，安尼咱就是互即个烦恼扰乱。这参谋的扰乱无两样啊，这是内心的物件，内心的这物件常常，咱来讲，若无常常用功来甲克服者呢，常常要一世人生生世世或者甲咱糟蹋的，那么这个较严重啊，因为这拢对调对伫咱的身心，拢对调的啊，生生世世对调的，魔的扰乱咱也阁有时有阵哦，毋是遐哩魔，毋是讲安尼常常。安尼照三顿咧，甲人扰乱袂安尼啊！啊，不过这个烦恼魔，咱拢知影。这个烦恼这个物件呢，化扰乱就扰乱。啊，这参魔有啥物两样？哦，这烦恼原来是咧甲人破坏，和咱来对待的。
原来原来把咱的发心毁灭啊，和咱的这个发心毁灭未当开发出来，安尼这烦恼就是魔啊。第二是阴入界魔，五阴啦，十二入啦，十八界这三行的法啦。五阴十二入十八界，这是咧五阴指咱的身心哦，咱人的身心色受想行识。为什么讲这叫做魔呢？哦，啊，有时咧讲到五阴魔呢，哈、啊，咱就讲，五阴的身躯安奈算魔呢？啊，如果咱来看《楞严经》，哦，《楞严经》内底就有讲到五阴，哦，对咱，这个啊，这个五阴魔内底情形就讲较啊真详细哈。啊，十二入十八界这个法，为什么称作魔？哦，那么咱来了解一下。经意思就是甲恁讲讲，即、这个五音啦、十二音啦、十八界遮个法咧，吼、哦，遮咧讲起呢，啊，拢是以啊，咱来归纳是两种物件，一种是明啊，一种是色，就是讲物质啊，甲精神啊，这两项法来下白众生啊，暗看众生，和众生的善根未当生，和众生的功德智慧未当成长，安尼敢唔是无？你看众生呢？咱今仔日世间人是毋是哦？这世间法来咱拔掉咧？咱贪着这物件，咱看未出这法叫做虚假，咱心拔伫遐。啊，因此你看有个人呢，伊甘愿去趁钱去追求名利，伊都唔愿肯来修行。安尼去遐物件，毋是对众生有这种吸引力，甲有这种束缚力就对。安尼遐嘛是无啊。啊，伫这个所在，我甲咱介绍有这个。我今日咧咧讲出一件代志吼，啊，互咱了解吼，咱众生爱这个生命体，爱这个五音啦，哦，爱家己的五音哦，哦，五音咱的信心，爱别人的五音哦，家己的五音失去，咱就痛苦到要死去；别人五音失去，咱也活袂落去哦。安尼五音敢毋是魔？对修行人讲讲就是魔啊！哦，啊，伊今日底都有咧写出一个啊一件代志。啊，这是发生伫过去哈、啊，真久以前的代志哈，可能是差不多伫佛世迄个时阵哈。啊，这是记载伫《藏经专十毗卢经》内底哈，有讲到有一个中者哈，吼、啊、中者，这个中者是好个人，伊敢那孤一个囝。哦，爱迄个囝爱到要死去，哦，所以到尾啊呢，啊，这个囡仔有一天呢，伊得着病啦，吼、哦，病得着大病，啊，医袂好势，临命终的时阵呢，这个囡仔就一心念佛啦，拢想念佛祖，结果佛陀现伫伊的头前哦，现伫伊头前，啊，伊看了心就真安啦，吼、哦，啊欢喜，安尼到尾啊生命结束升天，这个。囡仔的爸母呢，因为这是一个孤囝尔嘛，所以这囡仔死了后呢，哇，拢啊艰苦到活袂落去，就要自杀啦，啊，要自杀啦，安尼啊，到尾伊安那个囡仔处理呢，就是个囡仔先甲火化吼，啊，甲放伫一个银子的这个，咱讲啊，咧放骨灰的这个囡仔内底，到每一月的十五日呢，伊拢款真好的饭菜啊，来放伫伊迄个伊骨灰头前，安尼，啊，就安尼大声哭，哭甲安尼，然后，然后哭甲湿湿湿粉粉拢倒伫涂骹安尼。啊，不，伊迄囡仔因为伫天上嘛，天上囡仔有神通啊，伊看到因老爸迄种的做法吼，安尼，伊不忍心啦吼，想念伊嘛，伊就不忍心，伊就来人间，伊来人间的时阵，伊要度因老爸。是安那多呢？哦，这个囡仔伫天上咧化作一个七差不多诶八九岁囡仔吼，做饲牛囡仔，啊，然后伫罗林遐啊，佮化作啊，完了变化一只牛伫遐，啊，忽然间一只牛拄啊好，完了忽然间死去，啊，牛迄只死个牛拄倒伫涂骹，囡仔就赶紧摕一挂草啊，对吧？迄个牛一直吹，一直甲钱钱要互食，啊，因迄。迄、那个拄啊伫罗林，啊因老爸拄啊伫往那里罗林哈，可能是有看到，啊因老爸伫遐看到，条干要逗老爸嘛哈，啊所以老爸看到，因老爸看即个囡仔摕牛，摕草要给牛食，啊伫嘴一夹钱，啊牛都唔开嘴叫伊食，
啊，这个囡仔就啊吹啊，啊就一直甲讲牛，一直甲叫，起来吃草，起来吃草。啊，这个啊牛就点点拢未起来吃草。啊，结果一对老大人吼，伊看到安尼，伊就咧讲咧问伊啦。伊讲，哎呦，啊是对一口罩囡仔哪会这戆啦吼？啊，就甲笑啦。啊，戆到安尼，啊牛就死了后，哪有可能通个爬起来吃草啦？安尼就甲笑。啊，即卖即个囡仔就开始讲安尼啊，讲我的牛虽然死，啊，毋过还阁垂伫咧啊，哦，爱袂食草，啊，无恁啊，恁迄个囡仔死去啊，啊，已经甲烧甲变骨灰啊，啊，也无垂伫啊，啊，恁摕物件互伊食，啊，伊敢有可能甲伊食？安尼就甲伊问啊，哦，啊，你安尼较会为着迄个囡仔死了，你着安伤心个安尼？讲了，迄个老大人哦，听到一个鸟总忽然间种开悟起来，伊讲哟，对哦。啊，死了吼，都不变骨灰，哪有可能食草、食物件安尼？哈、哦，所以迄个时阵，迄个老大人吼，伊就来问讲：啊，无你是谁啊？那个囡仔伫遐，佮坦白讲，讲我就是你生的囝，哈、哦。啊，因为我死了，我去天上，我看你安尼过头悲伤，我还得转来看你安尼。但安慰了后呢，啊，迄、那个老大人呢，伫生欢喜心呢，哈、哦。啊，囡仔了后，伊就。啊，做布施的工课啦，读经啦，诵经啦，安尼啊，就修行到尾啊吼，原来有得到殊德还果，得到初果。那么提出这部经，甲咱后啊，即马伫遮甲咱说明，就是要互咱了解，咱众生呢，对这个五阴的信心，实在是足爱的。啊，别人的信心，那是咱的亲人；，我的信心，那是去又气家去，又歹去呢。哦，咱就是安尼，未食未困，就安尼，后尾艰苦死。哦，啊，内底呐有发啊，出内底呐有一个任何一个呐发生疾病，哦，咱就安尼忧愁革命，哦，忧头革命安尼。所以这样的五阴对众生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黑白哦，一白咱和咱的心不时的痛苦安尼。那安尼五阴干什么呢？哦、所以众生呢，啊，主要呢是知影这款情形呢，哈、哦，那么咱就是爱注意哈，五阴是对众生是真大害棒。那么五阴会病啊，哈、哦，那么如果呢是身躯对只酸痛啦，对只安尼，哈、哦，一个腹肚痛、头壳痛，都有可能和你着破坏你的修行啊。哦，那一个长期病，你着这世人要修行，你着唔免想啊。一个重病，一个人呐得大病，你结果连。阿弥陀阿弥，你陀佛你都念不出来，有时连阿弥陀佛你都给放不记起来，哪有可能？哪有可能修行？所以五阴的众生是一种的障碍，尤其是咱身躯内底是地水火风，五阴内底色阴内底是含有地水火风，其中任何一法来变化，四法来变化呢？哇，念阿弥陀酸痛啦，来念阿弥陀痰啦，念阿弥陀搞西药啦。哦，念咪就火气大，你看安尼，和这个五阴安尼，甲咱糟蹋掉咧，阿咱要安那修行，所以五阴唔是魔嘛。哦，所以咱爱修行，爱赶紧修，咱来累积，愈济功德愈好，愈修愈济功德好，愈好。这个肉身肉体就渐渐吼有功德来累积的时阵，渐渐变化。这个身体愈来愈转变化，这个五阴也愈转变愈好。你看菩萨的修行，你看菩萨的真相，为什么菩萨的修行，伊凡夫安尼一暝会熬夜，就是讲一暝无困，爱就冻袂掉。你看菩萨伊的听好安尼，过来每日安尼，一直安尼骂不停蹄的度众生，伊袂忝，为什么呢？菩萨的身躯已经渐渐，因为累积真济功德发在地的，伊身躯渐渐变化。所以咱修行人啊，透过佛法的修持呢。这个五阴渐渐来变化，咱最主要爱去体会五阴是魔，是不是入也是魔，是八界也魔，对修行人拢有种种的吸引啊、束缚啦、胁迫啦，安尼，互咱种啊咱修行啊，死也是魔。如果那是咱按算讲好好啊，我要好好修行，我要用几年来修行来认真来证无生法忍，我忽然间得了一种感，得了一个绝症，哎呦！这也是等咱三判死刑啊，未予咱修行一下，咱这条修行路在断去啊。哦，若要修行，得五万的来生啊。所以死呢，这是一种魔，要来夺众生，何以袂当修行？
本来身体好好，你若会继续用功三年，可能就有好消息。啊，不过啊，死啊，死魔来咧找啊，安尼修行就破坏掉了。第四种叫做鬼神魔，啊，鬼神魔就是只鬼神来扰乱修行人，无爱互伊修行来成就。那么这啊，这个鬼神魔的代志，咱就留伫下一回，咱还阁大家来同齐来研究哈。啊，今日就讲介绍到这，祝福诸位福慧增长，弥勒尊佛。